台南最狂水稻虾，能夹又能吃，让你一秒置身水族馆。这个名字居然叫做 Talking 啊！香梦中的平价古早味面铺，老宅翻新文青风的装潢，边吃边拍照。而且他们这碗是很像在泡温泉用的。最精彩的内容都在每周日晚间7点中天综合台来去接应。